已故赌王何鸿燊的仔女众多，但不时都会传出不和的消息。在今年四月，三房千金何超莲和窦骁举办世纪婚礼，四太梁安琪和仔女都没有出席，拉女何超欣还被指不知道何超莲结婚的消息，所以传出不和。但近日三太陈婉珍假香港粤剧艺术团开幕酒会，就粉碎了不和传闻。出席酒会的除了三个仔女何超云、何超莲和何猷启之外，还有二房长女何超琼、二女何超凤，四太梁安琪亦都有送上花篮，何超凤仲同何超莲合照，而何超琼亦都有同何超莲好轻松咁倾偈，相当之锡阿妹。